各位新浪网友大家好，我是郁金台项目的置业顾问李娜。我们项目一期总的占地面积25780平方米，由6栋板式高层围合而成。下面由我为您详细介绍一下我们项目的区位图。我们项目北至故乡南2道街，南到埃德蒙顿路，东临康安2道街，西靠利民头道街。项目位于道里区埃德蒙顿路北侧。埃德蒙顿路作为市政府改造的重点项目，目前已全面启动。它将被打造成为一条由机场通往城市中心的第一迎宾大道。从我们项目经新阳路驱车8分钟即可到达爱建商圈和中央大街商圈，到西客站及南岗商圈也仅仅只需要10分钟的车程，便利的交通为您的出行提供了便捷。项目周边的生活配套设施也是一应俱全的，在我们项目北临世纪联华超市，南临家贸购物中心。家贸购物中心是集购物娱乐为一体的全国连锁大型购物广场，北京华联也落户于此，近期即将开业。完善的配套服务可以充分满足您的日常生活所需。金融方面，项目周边还拥有多家银行、中行、工行等。另外，医疗配套也是非常的方便。日常看病，社区附近有药店、武警总医院，即使离一大医院、一大二院驱车也不过10分钟的车程。可以说，项目周边完善的配套服务设施，为我们的生活提供了全方位的保障，同时也提高了项目本身的升值潜力。下面由我为大家详细介绍一下我们项目的沙盘模型。我们项目一期总占地面积25780平方米，总建筑面积14.5万平方米。您可以看到，整个项目是由6栋板式高层围合而成，形成全封闭式的物业管理模式。在规划布局上，考虑到原有地块的城市肌理以及东北的居住生活习惯，在朝向上，设计师们采用了南偏东19度的布局方式。这种布局方式是最大化地增加了您房屋的采光面，同时从建筑风水学上考虑，这种朝向布局具有紫气东来的良好寓意。同时1、2、3、4、5号楼的围合布局也产生了聚气聚财的效应。整个项目不临街，距埃德蒙顿路不足100米，既可实现与城市繁华的快速对接，同时又摆脱了临街居住产生的噪音与尾气污染，合理的距离尺度赋予了本项目得天独厚的宜居优势。同时我们在建筑设计上也充分考虑了与整个区域的规划及法式建筑特点与之相结合。可以看到，我们项目的建筑采用了时尚典雅的新法式风格设计，以高贵典雅的米黄色为项目的主导色彩，沉稳大气。整个建筑采用3段式建筑布局，底部采用大面积的石材贴面，中间配以黄色镶嵌，顶部采用法国建筑最具有代表性的梦莎式屋顶形式，给人以强烈的法式古典宫廷建筑的视觉冲击。整个建筑看上去高贵典雅大气，居住在这里充分彰显了您的身份与地位。郁金台的园林景观设计独具特色，它采用了法式古典园林设计风格，整个园林绿化面积高达16000平米，并以特有的台地景观设计彰显郁金台的独特风情。台地景观设计营造出法国优雅高贵的风格情调，自由休闲的复合互动空间，丰富的园林层次感，借助高差实现开阔的景观视野，多样的空间层次和起伏的形态变化，增加了整个小区居住的趣味性。为了给您创造一个健康的生活，我们在1号楼的北侧建设了一个小型业主健身娱乐广场，里面设有青少年活动中心、老年活动中心和图书馆等配套服务，丰富了您的业余生活。在安全生活保障方面，社区内部采用人车分流设计理念，地下车库出入口设计合理，紧邻社区出入口，
避免了车辆在社区内部的运行，确保居住环境的私密与幽静。在安防设施方面，设置智能监控、刷卡门禁系统，同时配有保安24小时安防巡检，极大地提高了社区的安全性。综上，您可以看到，便利的交通、完善的配套服务、法式宫廷的建筑及独特的园林景观设计，使郁金台项目既满足了业主对舒适的生活要求，同时也极大地提升了项目自身的投资价值。相信通过我的进一步讲解，广大新浪网友对郁金台项目一定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希望您能在闲暇之余光临我们的售楼处，我们有专业的置业顾问为您讲解。也希望您能成为我们郁金台尊贵的业主，来享受我们郁金台为您带来的高品质生活。谢谢大家。